今天我跟我老婆来这个北京十宝街这头来撸美食啊，看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老长沙臭豆腐，正宗的。这个是脆皮烤猪蹄儿。这个是热干面啊，他家热干面非常火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落的比那个人还高啊，那个外卖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我们的这个在十宝街啊，十的宝都十完了，咱看都有什么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热干面啊，12块钱一碗。这是长沙臭豆腐啊，正宗的，这是15。然后这是我老婆的，然后这个是铁板烧全家桶啊，19。这是这个小蹄大肚啊，猪蹄。那咱废话少说啊，开吃。那咱先来一口这个热干面吧。热干面应该是武汉那头的这个名吃啊，尝尝味道如何？那是你臭豆腐，臭豆腐。嗯。尝尝我的炸酱的呗。嗯，味道不错啊。它那个酱特别香啊，而且挺辣的，特别爽。那咱来一口这个老长沙臭豆腐，闻着挺臭的啊。嗯，不过吃起来特别香啊，很有嚼劲啊，味道刚刚好。那咱再来口猪蹄儿啊，这猪蹄儿看起来不错啊。好像烤的挺焦的，看起来就不错啊。嗯，黏黏的，味道非常好，外边脆，里边黏啊，味道好极了。嗯，最后就剩这个铁板烧全家桶了，咱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嗯，这肠不怎么样啊，鸡蛋，嗯，这鸡蛋还不错啊，挺好吃。这铁板烧全家桶啊，总体来讲啊还可以啊，挺符合我胃口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我先吃了啊。你们觉得北京十宝街这头什么东西最好吃呢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儿。好，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，拜拜。